即系玩歼灭时间3:46。即系今日星期一，即系学校，即系头先英文堂嗰时派呢个中期报告，呢个系第一学期嘅中期报告。即系我睇你咧，四科主科加5科选修科里边，就睇个辅堂啊、音乐堂。成績是怎樣？我睇我今日睇到曬啲成績，即係中文和英文都不合格，即係化學都不合格，即係夾埋三科。即係三科不合格，個評語就比較負面啲嘅，即係佢話成績平平，仍需努力。啊，我三科不合格就係咁嘅評語。咁點解我見到有四科不合格嘅人會咩？有進步，啲咩勤用功，咩逆善逆向心咁嘅，即係意思話佢四科唔合格，但係佢俾嘅評語係正面嘅評語嚟嘅。點解嘅？點解我三科唔合格，負面嘅四科唔合格就正面嘅？呢個係咪一個反方向嘅邏輯思維？即係我係第20名，永遠都係喺下中間，中間嘅下面。唉，好失望，睇呢個成績表。即係然之後，即係之後，即係上次話考夠嗰啲耐人跑，即係我係跑34圈，即係仲有一個人未跑，即係嗰即係咧，是一個疑問，就係點解即係嗰時跑嗰時有一個快過我，但係點解佢快過我嗰時，點解佢跑嘅圈會少過我一個圈？佢跑33，我跑34圈，即係有人同我一樣都跑34圈，有人同我一樣，但我唔知咧，仲有冇人係紀錄係破我嘅？即係正估我哋個班有一個唔翻嘅，應該跑40幾個圈。即係如果佢過唔到34嘅話咧，應該係我跑34都第一，應該第一，應該跑步裏面跑得最快一個。即係成日見到有好多人打字，即係因為呢個天氣比較凍。即係而家呢個呢日已經可以換冬季校服。唔係我對嗰個成績唔掂，但係相反第二學期仍然可以努力啲，即係唔好氣餒。其實我六科裏面，我覺得通識科是最好的。我59分，即係我全級第110個裏面第15名。即係因為通識科，即係有即係通常我同啲，其實佢考即係佢哋差異嗰啲題目，永遠都係長題目。即係我對呢啲長題目永遠有一門學識，即係我係會深入啲解啲長題目，但係相反永遠都攞唔到分。因為你要達到佢要求啊嘛，成日攞唔到分，攞唔到滿分。
所以我差一名跟一部人差一名的分数。打通识系最劲，然后中文最废，因为中文里面有嗰啲咩文言文我唔识文言文。如果呢个成绩俾家长睇，你会有咩反应？即系努力唔到喎，好难努力啊！有咁多劲人喺度，点努力啫？咁唔通你向神啊，神啊，麻烦将嗰啲劲人变咗做废人啦，唔该咁咩？咁样拜神都算好好，但系努力系靠自己，唔系喺度靠人。所以话我要，所以我永远都系会靠，永远都只系靠自己，唔会靠人。即使你唔识都要撞下嘅，起码都好啱啊！起码老师要知道你识啊，你唔写人哋老师就唔会知，唔会当你唔识嘅。我而家 cap 片啊，即系呢几日唔得闲，所以 cap 翻120嗰阵时，其实唔好怪我多嘴嘅，真系白痴啊！即系人都话佢白痴，成日都话揸一揸身体一定俾人骂。好似我喺今年2月2日咁样成日都讲出嚟，成日俾人闹，真系好容易俾人闹呢、這个座位真系。即系今日。去廁所嗰陣時咧，忽然間我見到有一位著體育衫嘅Form One嘅，企喺個第三個廁格嘅門口。邊個心諗？點解你有其他廁所唔係走去第三個廁格嘅？即係我見到佢企喺第三個廁格度啊！即係實際上佢有其他廁格，第一、第二廁格唔用，第四個廁格整緊咧，佢係都用第三個廁格。點解用第三個廁格？你係咪去爆射啊？同埋嗰陣時都7:57。仲去有冇时间？即系有其他时间，唔系真系用第三个时间咁奇怪。